绝经也是，绝经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闭经，啊，因为绝经以后呢，可能就不来了，绝经就是不会再有月经来了。那么闭经的话呢，这不一定了。闭经的话，比方说我下丘脑型的闭经，我情绪紧张，我环境改变以后，那么我去除这些因素以后，我的月经还会再来。绝嘛，就是不会再有了。为什么不会再有了呢？因为绝经我们分为两大类，一个是生理性的绝经，生理性的绝经指的是卵巢、卵泡耗竭殆尽了，就像我们女同志50岁左右了，这是一个生理性的绝经啊，是生理现象。还有一种绝经呢，是人工性的绝经，比方说我们卵巢的肿瘤啊，通过手术，通过我们妇科肿瘤在进行放疗以后，